陈妍希吐舌交趾成效，爱欲喷发。阿宅，就是这天啦，我在小笼包、哎、啊，不是啦，是陈妍希跟陈晓出席活动的后台抓包，两个人搞肉麻哎、欸。啊，都在实习走红毯了，还不够肉麻吗？你看陈妍希猛秀手上的卡地尔两克拉钻戒，还一直嘟嘴追逗陈晓。好、哦、见对方没有反应，他干脆把手插进陈晓的嘎吱窝里。哦，这招我要学起来，赶快做笔记。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《神雕侠侣》之口手并用，十指交欢吗？陈妍希还会微微张开双唇，轻轻伸出舌头，好萌好可爱哦。哎呦，好 A 哦。但坊间传说陈晓是个……不许你胡说！人家连回家扫墓都能在公园里修经，我相信这就是真爱啦。携手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皆道。